男人强壮的表现，你知道吗？俗话说得好啊，男人的战斗力对于男人而言是引以为傲的资本，是自信的来源。表现厉害的男人呢，往往都有这三个表现。给我点个小红心，我怕你又找不到我了。第一呢，是身体强壮的男人，身体素质强的男人更加容易啊受到女性的偏爱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体毛浓密的男人，他的雄性激素分泌的更加旺盛，想必这个也不需要我多说了吧。第三个就是裤头选的好的男人，毕竟呢你的小兄弟养护好了，女人呢才能更满意嘛。如果你想让夜晚的女人热情高涨，我建议大家都去试试这款磁石内裤，它底下呢有两个小磁石，可以形成一个微弱的磁场，对你进行一个养护，非常的舒服。它这个内裆呢是温感科技的设计，只要感受到这里潮潮湿湿的时候，这个小圆点就会消失了，能够把它全部吸走，让你里面呢一整天都非常干爽，穿起来感觉跟没穿是一样，舒适度很强哦。只要你穿上了，那我跟你讲，女人不仅对你上瘾，而且会被你迷到荷尔蒙直线飙升的。你说哪个女人她能够抵抗得了这样的魅力啊？左下角赶紧给自己换一个好一点的装备吧。